好，安内哈，我们那个县师哈，仍然照惯例哈，也是到前面来，所以我们请哈这个哈百家园美哈，还有哈公益行动教会，咱拢徛出来外靠家哈，徛伫家去。来的，我们先练哦，神的道路哈，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那我们哈。先啊、唱第一步，好，我们先唱一次，一起唱一次，哈、哦，好，啊，那个速度哈、哦，一二三四，然后来，来，神的道路，好、哦，先做伙唱一摆，好、哦，啊，神的道路。来，一二三，来。所以我们会把它唱得比较抒情，哦，好像那个伴唱带那样子，哦，比较抒情，就是这种速度了，哦。好，好。
来，咱做伙啊，做伙唱第一波吼，做伙去唱一届吼，来，做伙去唱一届。来，预备，来。大声唱出来哦，然后现在男生来唱一下啊，我们分布的那个神的底下有三四三有没有哈、哦、的道路哈、哦，来，男生跟我唱一次哦，跟我唱一次哦。
啊，来来，咱来完整的唱一次哈、哦，完整的哦哈、哦，啊，第一次女生，哦，女生唱一次，然后第二次呢，啊，第二次就是和声的啊、哦，分布的男生加入和声，好、哦，好、哦，安尼，啊，然后还有半次哈、哦，哦，还有半次哦，从那个踏立大地的根基哈、哦，两次半。好、哦，啊，唱看看，来，我们先，哦，有一个前奏，对不对？好、哦，来，听看看，哦，好，来，前奏以后，我们就女生开始了，好、哦，来，没有，
收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欢迎所有来自我们每一个角落
包括很多啊过去支持台湾天主行动教会的这些牧长以及好朋友来参加今天这个啊退休以及就任典礼，啊特别也从台中啊我们的啊陈国煌部长啊，我们的啊 Michael 啊蔡长老也来到我们当中哈，啊来个欢迎节哈，赵新乐哈，Michael 哈，啊丁老师哈，张牧师、张景元牧师，啊还有我们的今天呢啊。哦，张景牧师比较好 ，OK 哦，今天有好多牧长嘛哈、哦，还有啊，过去呢也是非常关心我们的啊，董方燕牧师哈，张王牧师，哦，张王牧师比我们简单，他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固定在这个地方讲道哦，对我们有很大的造就哈、哦。那我们有感谢呢，啊，我们当中有蔡三省牧师，也是过去我们啊非常敬重的，特别是啊促成我们。特殊教会就是包括我们的啊国外啊所有教会以及啊全美教会以及百家教会。那么今天特别啊感谢啊刘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哈、啊，国家教会的牧师，我们国外所有教会的牧师吴牧师啊，啊这样子的牧师哈、啊，还有我们今天也欢迎那个黄南体牧师，公报社的牧师从台南特别赶上来哈。啊哦，特别感谢他哈、哦，然后我们的属性查经班哦，谢谢你们过来哈、哦，坐下就过来哈、哦。OK，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母会啊，陈明辉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哈。陈明辉牧师，我们是生命党吗？代表国际哈，代表为了国会盖教啊哈。OK 哈、哦，好，那么啊，曾一龙牧师啊，可以聊天哦，好不哈 ？OK， 来。啊，我们总会。哦，都无输嘿，咱来做慢输哦，就来做慢输嘿，杨美容师母哈，哦，谢谢欢迎您哈，欢迎您哈，哦，还有我们总会的连长美牧师哈，我们妇女妇女干事哈 ，OK， 那今天要占各位一点点时间来做一点报告哈。那么就是等一下呢，啊，我们的啊这个整个的进行之后呢，我们全部的礼拜啊，我们就请中会特别感谢中会的这些牧长啊，今天他们特别还有我们的议长哦、啊，议长带领，然后我们的老牧师啊，我们的啊几位牧师长老哈啊，他们啊今天来主持特会哦、啊，因为今天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柯牧师要就任了哈、啊，要就任哈。啊那特别在这个地方啊，借各位的时间，因为今天的礼拜里面我们没有奉献，哈、哦。但是呢，做完礼拜之后，我们特别邀请了从花莲来的啊泰鲁格，如果中会的有18位青年朋友，他们要在这个地方表演啊他们的传统的如果的歌舞哦，我想这个很难得哈、哦，这个很难得传统的歌舞。那么这些啊朋友呢，他们在南安牧师带领之下，特别从花莲哦，昨天就来了哈、哦。那么他们在昨天晚上住在 YMCA， 那今天早上他们在济南教会哦，在那个地方表演。但是济南教会，我听说是有唱一两首歌曲的哈、哦。来，我们这边可能比较长的时间哈、哦。我们聚会完之后，啊，他们会在地方来表演普鲁的歌舞。那么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呢？啊，因为这些孩子里面，他们多数家庭啊，都是单亲的，哦，那么他们正在升学，所以我们教会过去我们传统就是我们家有什么样的庆典，啊，我们的奉献收入全部都归给他们，哦，但是今天没有奉献，所以呢，如果有为这个施工，哦，你觉得啊，你想要奉献的时候，你可以到我们那边有一个奉献箱，哦，你可以主动的，哦，那你也可以。啊，像我们要那个啊，我们有准备红袋子哈、哦，啊，用那个红包啊，写上你的名字啊，我们要、啊、感谢你哈、哦，啊，那个今天的奉献我们就全部就归给这个台湾啊文南教会，哦，这样子啊向各位报告哈、哦。那等一下呢，哦，我们还有另外就是啊，这个地方有两本书哈、哦，两本书。这两本书是董方燕牧师，董方燕牧师是台湾啊、非常非常著名的宗教学的一个牧师哈、
那么他这边有一本上主的礼物哦，另外一本呢啊是认识长君信仰哦。那因为这个书很大本很重哦，所以等一下呢哈、哦，这个只有50本了哈、哦。那50本要做什么呢？50本哈、哦，开始当我书我们拿来义卖了哈、哦。哦，你就是你拿了，那你觉得说这个啊，你想带回去看，你就随便啊贡献哈、哦，贡献也是全部都给他有个工会哦，这些小朋友。好，这些年轻人啊，那我们也特别欢迎啊，今天啊、也是我的大学哈、啊，没事有庆典我一定会请他过来，他都一定会过来。王卫学老师哈、啊，在这个地方好久没有看到他了哈、啊。OK， 王老师哈、啊，今天特别赶过来哈、啊，我们也谢谢他哈、啊。那特别今天早上我刚刚到台北的时候，那接到啊我们的。啊，这个赖清德副总统也特别打电话，哦，他说啊，郭董兄，你要退休啊，是不？哦，赖清德副总统他特别打电话，我说啊，我会带他跟大家行，因为他今天啊到新竹去，所以没有办法过来。本来他说他想过来，那因为太慢，知道时间，所以他在新竹啊人不方便过来哈、哦。啊，就是这样的机会，向各位报告，也向大家请安。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中会。啊，这些中委牧师长老来主持今天的啊这个整个的礼拜啊，以上报告。出来，咱所敬敬兄弟，啊，以及咱的牧长，啊，这个时阵，咱为着要让规个礼拜的事拢会当得到顺利，请咱稍检查一下咱的手机啊，请家己关做静音还是静震动，通好让咱下边个礼拜会当进行会当得到顺利。这个时阵，咱就要开始来今仔日的特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公益行动教会、郑国忠牧师今天退休，郭义正牧师第二任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礼拜开始，请奏乐。你所想事的有师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让圣徒交臂来做切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体。列位主内兄弟姊妹，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郭义正牧师已经受公益行动同会监选通过，也得到中会看做妥当。即时咱组织伫遮照礼殿来设立，愿主祝福即个礼殿。这是我们做会来认识俄罗斯的上帝。圣诗第266首，请来咱就五主唱歌，请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咱要请中委长老、秘书长长老带咱大家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我的阿爸的上帝，我这个欢喜组织在这，是为我今日要办理我郑国忠牧师的进程退休，以及我可以郑牧师要就任第二任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我同心来献上感谢。我感谢自1865年以来。外国的宣教师进到咱台湾，为咱台湾这个土地兴起救恩甲福音的事工，教会透过教育以及医疗来实践上帝你照顾台湾这个人民土地的用心，关心阮台湾民主社会的需要，你也兴起做做你当心的主的。中心的路口在这个所在来兴起，为台湾的民主和社会的需要来做很好的事工。在2010年的时候，有很多关心我们台湾土地的人民兄弟，他们来用实际行动来办理公益行动教会，来关心我们台湾的民主和社会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帝国中牧师伊看到这需要，伊也重新继续来这事工的顶面来做扩展。阮感谢上帝，你为这事工所做一切的调换，让阮伫个这事工的顶面看到一切水的结果，就是像上帝你所讲的，像保罗所讲的，我已经进前好进前，已经进跑走的路站。来一定修所行的道路，愿上帝你也祝福郑国忠牧师一个来会当继续，心心灵搁较勇壮，继续关心咱台湾甲社会的需要，继续打拼伫教伫上帝你的国度的事工的顶面。我也为阮续接接棒的可以郑牧师，阮恳求上帝你的信心甲伫个，会当带帮助伊。阮上加阮日常加力，可以说筹备的一切时间，一定得到上帝你的坚固。阮也为阮公益行动教会阮所有的牧长，阮来感谢甲祈祷，恳求上帝你会当予因加阮敬听的柯以正牧师特别继续同工，实践公益行动教会的理念。和上帝国度的慈爱甲真实三拄着，和公义甲平安三清罪，和真实对地二发生，公义对天看落来，和一切的阴光甲恶露拢归乎咱天顶的父上帝。阮敬虔拜了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民数记第27章25到20节，咱要请中委长老陈文辉长老带咱来读。其实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民数记第27章15节，摩西对上主讲：“守住我命，予既然有肉体的上帝，上主啊，愿你设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通伫因的面前出去，嘛伫因的面前入来；通带因出去，嘛带因入来。免得上主的会众亲像无牧者的羊群。18节，上主对摩西讲：“阮的子约书亚，你的心内有信心，你带伊来，伫伊的顶面换手，予伊徛伫祭司。”伊亚撒甲全会众的面前，用这人命令伊，搁甲你的荣光分予伊，予以色列的会众、全会众尊叹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各位。好了，咱要请
百家教会、圆美教会、甲博爱手语教会，以及公益行动教会联合圣歌队，因要引上帝的道路。
唔多，咱要请中伟牧师、欧玉平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承先启后”。在座所有的牧长、郑牧师、郭牧师，咱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啊！伫中昼的时阵，搁咧烦恼是毋是会落雨天？但是上帝拢是有水的安排，予咱伫真合宜的天气下面，做伙来见证这个要紧的时刻。当我开始来担任中会的中委牧师以后，有几摆伫特会讲道的机会，真奇妙。大概若拄到有牧师要进庭退休的时阵，拢拄好拜我来讲道。我阁拄好是伫中委牧师中间年纪上轻的。应该看得出来了吼，我唔知影这是有虾米款的指示，总是感谢上帝，每一届看到遮的前辈，因跑走上帝，享受因的道路，打拼伫牧会、伫卫生、伫事工，和台湾公益行动教会来开始设立。伫今年初时阵，我知影咱。公益行动教会，伫遮也一间街头的教会，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兴起这间教会是上帝受着安尼感动来设立的，是咱头一任的牧师，也是今日要来进庭退休的郑牧师。这间教会是特殊的教会，其实咱的郑国忠牧师。嘛是一位特殊的牧师，我小可用电脑网络甲查一下，伫维基百科会当查到伊的名。这个名了后，头一句话伊就安尼讲：，郑国忠牧师是头一位伫台湾用牧师的身份来参与政治的政治人物。咱知影郑牧师伊做过县议员。做过立委，做过台南市的局长，伫第一线，加做一个政治人物，伫遐来打拼，来敲锤上帝的公义。我相信上帝呼召伊，加做一个牧师，唔那是伫教会牧养，搁较呼召伊进入第一线，甲民众徛做伙的所在，伫遐来实现上帝的公义。咱看到。郑牧师在他人生的头一个阶段，他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落尾，他退后到第二线，借着训练，借着课程，在这基层的中间，致意来训练这的社会运动的参与。郑牧师伊上注重的，就是维护人权。就着安尼，咱看见一个牧者的心肠，就好参像耶稣伫福音书内底所写的共款，甲这个社会有需要，特别是弱势者徛做伙。伫第牧师第二个阶段，伊犹原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到伫这十年的时间，公益行动教会伫遮来设立。郑牧师也真做头一任的牧师，我相信公益行动教会会当讲是上帝对郑牧师的呼召，生命中间一个上好的展现。这是上帝的教会，这也是弱势者的组织会当敲锤挖壳的所在，这也是郑牧师。用一个牧师的角色来牧养，阁用一个公益行动者的角色，甲有需要的人徛做伙的所在。所以，咱今日做伙组织一只来见证这个水的结局结果。公益行动教会会当讲，这十年来是伫郑牧师伊领受牧者的呼召。甲伊心肝头内面迄个对公益的实现、公益的理想、这个意向的实现，上水的一个
结止。但陈牧师伊要进庭退休，他拄仔我拄来到遮的时阵，甲陈牧师啊手牵安，我甲伊讲一声恭喜。无拍算陈牧师回我一句话，退休敢是恭喜的代志。咱知影，其实陈牧师伊是退休这个目的，其实伊阁真无用，有真侪阁较要紧的代志，伊要来做。即个较要紧的代志，犹原离不开伫伊心内上帝肯伫伊的意象内面，惊公义、好怜悯、尊敬彼的心，甲上帝相共行。所以我想，我对陈牧师所讲的这个恭喜，是恭喜伊会当进入人生接续一个上帝要使用伊的阶段，继续为主发光。相信这个恭喜，也是恭喜。伫今日，咱会当看到郭牧师伫这个所在，要来传承公益行动教会的精神，传承陈牧师的意向，继续和上帝的公益听谈。和上帝的光在这个所在做会永远远远来站起。在他刚才诗班的现实中间，我们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画面，郭牧师，我们新人公益行动教会的牧师正做指挥，在头前带领引带诗班很和谐来赞美上帝。我们的陈牧师也不是永远无代志做，伊用上帝予伊的恩赐徛伫边啊，用真水伫遐咧分萨克斯风来正做真优美的伴奏。这个画面是一个非常水、非常和谐的画面。咱也看到一个传承的画面。伫过去十年，陈牧师就好亲像公益行动教会的指挥来带领因带，总是到伫今日，伊要来退休。咱看徛伫头前指挥的，换作是郭牧师。郭牧师也欢喜，徛伫边啊，继续用伴奏来正做公益行动教会的支持，来正做一个真有气力的后盾。咱看到这个一棒接着一棒这样子的传承，这个画面不只啊和谐，让咱的心真正有真大爱感动。这个画面就好亲像咱今仔日大多所读的经文同款，是摩西要将伊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重要的责任交伫约书亚的手中的这个画面。咱知影摩西的故事，摩西一生非常的奇妙。在一些人的故事中间，摩西的故事非常的传奇。总是咱来看摩西是安怎起头。在摩西故事的起头，是因为摩西在埃及看到埃及人欺负。摩西在埃及看见埃及人欺负伊的同胞伊伯来人，伊看袂过，出手来干涉，打死迄个埃及人。伊看到不公义的代志，伊挡袂了，伊伫遐来伸张正义。即阵讲犹原共款到伫迄个场面，总是换做是伊伯来人甲伊伯来人，伊的同胞伫遐咧冤家，伊嘛看袂过去。犹原在遐来苦劝，但是伫对话中间，人伊打死埃及人的代志好亲像结棒，所以伊开始逃亡离开埃及，到伫旷野。伊一生的故事开始展开，接续互上帝呼召，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伫旷野要地板进入上帝手属的土地，到伫。上路尾站的时阵，
上帝甲伊讲，你袂当入去迦南地。当摩西听到安尼的指示的时阵，我唔知影摩西的情绪、的心情怎样，但是我知影伊一定满足啦，因为伊一生听伫上帝的旨意里头。所以伫迄个时阵，伊对上帝讲，若是安尼，喂，我有啊。那是安尼，你爱陪伴一个人，你爱陪伴一个人来接续我的工课。你爱设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你爱陪伴一个人来传承安尼要紧的工作。这是摩西对上帝所要求的话。上帝其实早就陪伴。上帝对摩西讲：“论的囝约书亚，伊的心内有信心，你带伊来。”所以伫遐，咱就看到一个传承的场面，正会将伫遐来组织。约书亚徛伫祭司伊利亚撒甲会众的面前，摩西甲伊还手。上帝伫遐讲。早前我照在摩西身上的阳光，今也要照在约书亚的身上，让正以色列的会众都来尊叹伊。所以我相信，安尼一个要紧关键的时刻，也是咱今日做伙组织一家，正做一个要紧关键的时刻。我相信郭牧师要来承接公益行动教会。也一定是有上帝圣神的感动，因为要来承接这间特殊的教会，我相信也要有特殊的感动。上帝有他的陪伴，陪伴歌牧师，陪伴咱公益行动教会兄弟姊妹的感动，亲像圣经所记载，论的子约书亚，他的心内有圣神。我相信咱在这个传承替换的过程中间，咱的心内有信心，歌牧师的心内有信心，要继续来领受安的鼓励，来带领因带公益行动教会，走往一个新的季节，领受上帝新的意象，尽忠伫主的呼召中间。所以，咱今日真正用欢喜的心，做伙来见证这个水。的传承，虽然咱讲公益行动教会是特殊的教会，郑牧师是特殊的牧师，咱会上的组成嘛不是啊特殊，真侪无多友，可能也有真侪，逐礼拜拢有遮新朋友，公园细细，看你遮咧组织咧创啥，都坐落来听。郭牧师嘛有特殊的感动来承接安尼的一个职分。但是在这些特殊中间，其实上帝的教会永远都不改变。不管教会有多特殊，不管组织的人、组成的会众有多特殊，教会本质永远不改变。教会就是要让人和上帝三度的所在，教会就是要让失丧的灵魂得到拯救的所在，教会就是要让弱势者找到瓦口的所在。教会就是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真光的所在，所以虽然我们看见那么多特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拿刀里面，真多上帝中心的萝卜做会参与在上帝的计划中间，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形式来去做上帝阳光的教会。无论什么人真做咱的牧者，耶稣基督永远拢是咱的牧者。无论教会款式怎样，咱拢是用主所赐予咱的大使命来完成去做教会的要紧。咱也彼此相听，领受耶稣所赐予咱新的改变，继续来跑走头前的路程。
所以今日是要紧关键的时刻，咱要做伙伫遮来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对郑牧师的退休献上上大的感谢，也见证。就着花木师新的带领引传，予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予上帝教会永永远远听起，亲像上帝的讲义听堂，永未改变一样。请咱同心来祈祷。因为上帝，我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听长宽关心。你的公义真多真根，照伫每一个有需要的角落。但阮今日作为组织伫遮来见证一个水的传承，予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亲像摩西甲主三同行，也愿意到伫上帝你安排的时间，将这个上帝的责任交托予另外一个上帝你所陪伴的人。但歌牧师也要来承接安尼的职分，求主来保守，赐福伫公益行动教会，予歌牧师会带领下面继续为主行公益，为主来行动，成做上帝中心的萝卜，起做阳光的教会，也赐福伫退休的郑牧师。虽望无即退休，但是伫伊所做诶逐项事顶面，继续来应跟上帝诶名，互教会照着世世代代不断诶传承，会当永永远远徛起，互主诶公义听堂永远袂煞。阮伫你诶面前献上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诶名，阿门。这时，这个退休的敬礼，咱要请李六姚继群牧师来敬上咱的退休的敬礼，永远北松人来予咱的郑牧师。大家平安。伫郑牧师要讲感言进前吼，这个真特殊的牧师啦吼，一旦的感言不是退休感言，是传承的感言。所以我相信上帝呼召伊，伊要永远做永远的北中人，就是永远北中的牧师。我相信，伊嘛要继续为着台湾的公益，一个行动者，伊也嘛要永远做上帝国的工人。所以我就代表中会来送一个礼，来给伊祝贺吼。我接咱要请郑国忠牧师来讲退宣传承的感言。非常感谢。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咱中间呢，除了公益行动教会的兄弟以外，也有真侪好朋友，以及特别呢，咱有博爱所有教会的兄弟吼。真实的吼，我要不要所以我敢那安尼甲大家感谢了吼。谢谢，好感谢。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原住民的弟兄姊妹，所以请容忍我用不是我很熟悉的这个华语来讲这个我的传承传承的话语。加拿大有一种燕子燕子在空中飞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人字旁、人字形的队伍。那么我在加拿大时候，我观察他们在飞行的时候，第一只那个
燕子，他亏一段时间之后，他本来当领导者，他会跑到最后面，加入最后面的队伍，让后面的另外一支加拿大燕起来带领往前走。我觉得这个对我人生的启示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示。今天呢，这里说郑国忠牧师进城退休哈，坦白讲我不太喜欢进城这两个字了哈，还没有结束哈，除非我进到棺木里面去，那个才叫进城哈。我是退休，退休是按照长老教会的体制。事实上，很多人碰到我说：“啊，你遐少年，哪要退休啊？”黄玉水老师淡头吼，一定讲 yes 哦，国中啊，你遐少年，想要退休啊？没有啦，没有，是按照中会的规矩，我要在这个地方退休。那么在这个地方牧会这十一年来，有一个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位牧者，陈福柱牧师，包括林芳忠牧师，我们的总干事，我们当中有蔡定贵教授也在我们当中，有好几位，他们来协助这个教会开始。有一次下雨的时候，我刚好在讲到，我们的教会哈，我们要常常躲避雨的，所以以前我要当气象的观察员，每一个礼拜天我就是要开始注意说今天的气候怎么样，太冷了不行，要请大家多穿衣服、戴帽子上来，要围巾然后都会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公告。那么下雨呢，要有信心哦。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有几位弟兄不输的话呢，我讲没啦。兄弟给咱准备好势啊吼，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我讲到一半的时候，刚好在下雨。那个时候，在我的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位退休的牧师。你说他老，他不是老牧师，他只是退休的牧师，陈福柱牧师。他拿着雨伞来这个地方撑着，让我讲到结束。那一幕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也是我一个学习非常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其实在这个地方进城退休只是一个名词，我答应公益行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退而不休。我也跟柯牧师说，我退休之后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只要你随时派我什么样的工作，我都愿意来做，因为这是我人生当中很多的体验。当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很多人来协助。所以今天要我说这个退休的感言或者是传承的感言，我只有一句话，感谢再感谢，就是感谢。要不是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让这个教会能够成型，其实这十一年来坦白讲不是那么容易经过。刚我讲我们做礼拜做不到一半的时候，落大雨怎么办，就是要赶快搬离。不要以为礼拜就是要坐在这个教堂里面，舒适的教会里面，没有。我也从董欢言牧师学到，这个圣殿不只是我们在做礼拜，这个圣殿每一个人是我们带着所有上帝创造物，包括植物，包括那些松鼠，包括原来伯公叫鸽子，我们是带着这些一起跟上对上帝来颂赞，来赞美创造宇宙的主宰。这样子的礼拜学让我人生我学到说原来做礼拜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而是在这个地方，包括什么，包括路过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十年前我开拓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在台南市政府，就是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他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邀请我去协助他，做了一年半之后，我跟他讲，我说：“市长，清德兄，我爱辞职了，我要辞职，他不让我辞职。”他说：“你要干嘛？”我说：“我要回去当牧师啊。”他说：“那啊，牧师不是那么多啊。”我说：“不敢啊。”他搞不清楚我在干什么、啊。他说：“牧师那么多，干嘛要你一个人出去？”我说：“哦，后面要当民政局长，一大堆人在排队了。”哦，我就回来教会。他今天打电话给我，郭中兄，我安啦，给你恭喜，我都没有通知他，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给你恭喜，我恭喜啥？恭喜你牧师要退休啊！啊，十年前我向上帝说我要回到教会去，因为这是我欠上帝的。所以进城退休，把进城拿掉，没有进城。英国的首相丘吉尔80几岁，当时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然后他的对手攻击他，他那一次的选举恐怕也要落选了。他讲了一句名言，大家可能都知道，他说：“酒店关门我就走了，公益行动教会不会关门，所以我不能走。”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继续当义工，像过去陈福珠牧师、林芳忠牧师、总会林昌美牧师，好几位牧师在这个地方一起服侍。我的工作其实才开始，还有很多的服侍需要我去做，但是呢，我很感谢我们的柯牧师愿意承接这样子的班子。坦白讲，我当这个教会的牧师，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我担心没有人来接啊。为什么？啊，无礼拜堂，啊，无牧师馆，啊，礼拜一半，那个音响就停了。这没有什么奇怪，我们常常发生这个事情。礼拜一半，大家爱走路去遐避雨，这个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很感谢柯牧师，他愿意来接这个班子，所以呢，我愿意继续来协助成为柯牧师他的义工，就像过去陈福珠牧师一样，让我能够在这个教会继续来服侍大家。谢谢大家，感谢。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440首，当心组织助圣会，请咱大家做伙起立来吟全首。准备誓约，咱要请主礼者议长姚继坤牧师来主持这个誓约。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要照教会规矩，
来设立关于正罪公益行动同会的牧师，担当主所交代性质。所以爱请要受设立的牧师以及同会信徒，在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誓约。大声请关于正牧师起立来誓约。关于正，你答应领受牧师重大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在教会中独独以做主。你若教会中达顶好职务，就我靠伊来设法。你有要安尼啊无？你有要承认台湾基督？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四道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你愿意做公益行动同会的牧师，确信这是上帝旨意，要忠诚尽职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来利益伊的圣会，你有要安尼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在上帝话，设立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若无照教会法规，你肯含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的裁决啊无？没，遐济。我代表同会爱唤起同会正信徒知，这个时阵也是信徒重新奉献立志誓约的时，所以这特别请公益行动教会会友起立来誓约。公益行动教会的会友，请咱起立。请您来应答。您有相信煞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啊无？有。您已经聘请关于正做您的牧师，您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听从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国，煞供给伊的需要，通予伊利益伫教会，您要袂安尼啊无？有。伊用上帝的道理教示恁、劝勉恁、警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来承受顺叹。恁要要安尼行啊无？有。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双方若失措，应该通知小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要安尼遵守啊无？有。啊，请坐，请关系牧师起立。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把众人的心意，佮照你的所爱来拣选人做你的圣工。在你面前，阮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的污秽、卑微佮重罪，总是对你无限的疼。在你的囝的血，阮得到下罪赎回福气。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人。做你的圣工，予有限的人参与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罪人有分伫至圣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的荣光！阮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圣的呼召，求你感察你的罪因挂以前，即时徛伫你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正路部的祈祷，设立伊做牧师来照顾你的正羊群。主，由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忠地你对天呼召伊的职分。由你甲伊同工，善伊的气力来做你好的使用，予伊会晓伫工作中仰望你，对你的圣模样。来照顾引带你的羊群，小主伊的心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助伊，予伊所牧养的羊群时常伫青翠的草坡得到饱足，伫清洁的溪水得到止渴，伫凉凉的树篮得到安歇。小主伊，求你小主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着羊放下性命；小主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坪找失迷的道路；
想使伊有自信，亲像你抱羊仔囝伫胸前，带转军伫头前行。无论是你欢喜、艰苦、富足，还是疲倦，求你予伊无袂记你今仔日的誓约，对你的呼召受任罪服者，予伊会忠心尽职分，直到站伫审判台面前，通对你得到阿乐讲，好过尽忠的罗卜。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冠冕，接纳你关以正做公益行动教会的牧师，煞通知正信徒知，牧师的职分甲冠冕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交代你。当你受设立做牧师，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多无兴起上帝国，就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所教示的。常常关心伫遮个事，因为照安尼行，就会救你本身以及听你信息的人。请坐。台志生，咱要来接纳，请特会员。我接，咱要请本堂的牧师。再来，咱请公益行动教会长老小会员。这时，咱要来办理移交，请前任的牧师。诶，牧师，啊，伫这个议长的监教下面来办理移交。啊，大家给因拍鼓啊！这是要讲就任词以及该介绍，咱要将时间交予郭宜正牧师。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你看我摕这本起来，唔知要讲足久个，袂啦吼。摕这本起来。遐就了啊！啊，弟兄弟姊妹，其实吼，啊，我来到公益行动教会啊，伫遮啊，得到接纳吼，嘛是真奇妙啦。啊，我认为吼，
这嘛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啊，所以吼、哦，第啊，今仔日直接就任啊，第一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哦，这感谢上帝。啊，过来呢，啊，感谢讲哎啊，这公益行动教会地国中牧师啊，甲啊公益行动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甲接啦。哦，要感谢你，啊，你愿意接纳，哦，啊，啊，佫有，就是讲第三个感谢，哦，第三个感谢，就是感谢阮太太，啊，甲啊我的啊亲人朋友，啊，特别吼，嘛爱感谢哦，感谢我进前啊伫中央教会啊牧会吼，啊，遮兄弟姊妹，啊，伫遐有真好个学习，哦，啊，这拢是。我爱感谢的，啊，搁有伫宝会万荣华纪念教会，哦，啊，今仔日有人来到遮吼、哦，啊，所以我先要介绍，吼、哦，介绍了才来讲这个短短的就任词啦，吼、哦，唔免烦恼吼，我来介绍啊，我的太太吼、哦，啊啊，伫遮吼，我的太太牛秀辉啦，哦，啊，甲阮两个囝吼、哦，一个柯天平，啊，一个郭天力。哦，啊，伫后壁遮，哦，啊，安尼，啊，抓落哦，抓落，啊，就是讲啊，所有啊，我的亲人、亲情朋友吼、哦，啊，特别这个啊，亲人来先起立一下，好，好、哦，哦，来，拢有诶，对台南来啊，吼、哦，哦，对台南来，哦，啊，这我。袂使安尼吼，好，我遮啊，对阮太太的吼、哦，这边吼，安、哦、尼好，感谢你，感谢恁来吼，诶、哦欸、啊啊，哦哦，咱黄月水老师讲家财无小三呐、啊、吼、哦，我有加、唱了真好势吼、哦，啊，大了吼，啊，遮、啊、就是讲吼、哦，真感谢，哦，感谢安尼恁来。啊，过来就是啊，有这个啊，中央教会兄弟姊妹吼，请恁有哪起来好无吼？吼、哦，俺感谢恁来吼、哦，好啊，真谢吼，真谢好。啊，我即马讲短短一个就临时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我来到公益行动教会较知影吼，嗯呀，这个教会是特色的教会啦。其实伫遮咧礼拜的人吼，拢有哪足特色的人啦。吼，为虾米呢？吼，恁若伫街头巷尾看到一个人举支旗啊，伫遐一，恁捌无？吼，定定拢有一个人伫咧路口吼啊举旗啊。吼，伫遐一众神护台湾。吼，啊，若无就是讲啊，美国是阮的好朋友。吼，啊，中国台湾一人一国安尼就对啦。吼，大旗队的。啊，这个、大基队的成员吼，即马嘛拢伫咱内底咧礼拜吼、哦，来，啊，搁有偌济特性呢？迄公道明较早迄担菜伫遐，伫法院迄担的吼，即马嘛是拢来遮咧礼拜，咱的蔡丁贵教授吼，拢嘛伫咱遮咧礼拜咧吼，吼、哦，啊，遮的特色搁安那呢？搁有迄、那个一世人关心台湾的。环保生态的，嘛拢伫遮礼拜呢。伊即马吼，陈慈梅老师吼，伊嘛即马佫继续吼咧关心呢。吼，佮伊的义工安尼吼，台湾咧走动为着绿电。哦，啊你啊看，佮有这黄月水老师，这嘛是真奇怪呢。哦，啊伊咧做这个吼青少年这个吼未婚吼妈妈，吼遐、哦、关心啦吼、哦。啊，所以这。这有哪真特别啦、啊，所以我来遮，我发现一点真特别的会友。啊，后来吼，伫两年前，地国中牧师又创立一个真特别的团体，叫做处境查经班。哦，伊就是看讲，哎呀，要让遮个基督徒咧读圣经，有一个无同款的眼光啦。哦，就是讲有处境的方法，啊，佮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眼光。啊，所以两年前吼。伊拄啊，伫迄个济南教会，吼、哦、啊，拄啊开始啊，甲黄春生牧师吼啊合作，啊开始即个处境查经，
哦，后来这中南部拢有成立无吼？哇、哦，这个处境呢，我要讲就是讲啊，我伫遐参加，啊，这个蔡教授吼，伊有哪伫遐参加，啊，阮拢变做同学。哦，啊，内底拢少年呢，啊，但是讲这靠年纪的，我嘛拢含因做伙学习啦吼、哦。啊，伫咧学习的过程啦吼、哦，就讲蔡教授吼、哦，又提出啊，对耶稣基督伫咧罗加福音书四章十八十到十九节。又提出一个现在处境的一个专辑啦，啊，这个《路加福音书》第四章吼，第十八、十九、十九节吼，伊只讲吼，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予我传福音予送穷人，伊又找我，甲受掠的人讲，因为得到偷棒，甲痴迷的讲，因为得到光光，来偷棒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啊！吼、哦，我即马无爱讲蔡教授安那讲吼，伊咧讲的我那足精彩哦吼，伊咧讲用现在处境咧讲，吼、哦、啊，我要讲就是讲，等一下我会用现在处境，啊，将这段吼、哦、啊去讲一遍，吼、哦、啊，这段咧讲的时就是吼，上、哦、时也是我来到这就任一个方向，啊，甲咱。即个兄弟姊妹，国语兴隆教会兄弟姊妹，我邀请咱啊做同款的一个誓约，安尼就对啦。哦，咱家己的誓约哦吼。啊，即要感谢，其实这一切的开始，拢是地国中牧师开始。哦，伊拢那像咧做一个安尼创造者啊，开创者，哦，即款的角色，哦，即个处境查经，哦，读圣经有这样的空话啊，啊，一个眼光。啊，我直接啊，要用这段的经文，用现代处境啊来邀请公益兴乐教会的兄弟姊妹。当我讲一段了，啊，我会问人讲阿门不阿门呐、啊？哦哦，啊，你闹阿门来讲阿门哦吼，哦安尼吼，哦啊啊，咱其他兄弟姊妹你闹阿门，我来当阿门吼、哦。其实吼。这款吼、哦，对国家社会的关心，嘛是有灵恩哦，有灵恩，因为咧主的神临到我，哦啊，所以我伫遮要用安尼这段来讲，主的神临到咱，伊用油抹咱，予咱传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台湾民主自由、心理独立的国家。甲上帝国临在的福音，予宋乡人，即个宋乡人就是无国家认同、甲流亡台湾的中国人，予因在即个福音，恁讲阿门不阿门？阿门。佮咱甲遐个受中华帝国封建专制。独裁的受捆绑心灵，甲身躯的人讲，因为得到偷棒，阿门不阿门？阿门。搁予遐个看无邪恶帝国，遐个假新闻、诡计、罪恶的社会的大众，目睭紧起来，来看见真实。您讲阿门不阿门？阿门。过来，予咱有耶稣怜悯的目睭，来看到台湾社会受压制的人，无论伫社会地位、伫经济、伫性别、族群等无平等，甲因予咱甲因徛做伙，予因得到投棒。您讲阿门不阿门？阿门。各用安尼来宣扬上帝国已经临到，和这款上帝国的福音的开力，帮助台湾，真做有阻碍、真实、公义、和平的独立国家。您讲阿门不阿门？阿门。感谢，安尼，安尼，以上。这是敬上礼物。
台语省先敬送予郑国忠牧师甲林秀吾牧师呢，请这个教会的代表来敬送礼物。我来相机准备要好势，好，大家给因拍拍啊！我只请先请替人，北区替人，啊，要代表来敬送礼物，予郑牧师。再来请北门教会，好，台南新郎伊，后尾请台南新郎伊，哦，代表。过来，咱要来敬送礼物，予郭义正牧师甲梁淑慧牧师娘。台企省，咱先要请咱公益行动教会就长老来代表教会来敬送礼物。啊，再来台南新学院。我接请教会公报社，我过来教会公报社嘛，要送予郑国忠牧师。再来，咱要请舞会这个万英华教会来代表敬送礼物，予郭牧师。再来，咱要请台北处境查经班来敬送礼物，予郭义正牧师。啊，搁有要敬送礼物予郑牧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吧。黄玉生老师要敬送礼物给郭牧师。郑牧师，郑牧师，唔好敬送唔对，歹势。安尼减穿一个啦，嘿。多谢。这时吟竹歌，咱要请台北处境查经班，因要吟的诗是《祝上帝正手》。
这时和平甲社事，咱要请毛丢落。啊，真感谢咱厝内兄弟，伫今日宝百年宝贵的时间来参加同兴堂教会这个感恩礼拜。伫拄只咱厝建杂经班这四班，咱大家听有好听无？好好听到无，还阁有电器打呢，有声音，真多声音，确实真好听。这是我代表教会来讲一遍的贺片。这贺片吼，要讲，但是我依然有真大的感触。确实，阮收到最的贺片，都亲像金门宝，我要接到的是咱教军中这牧师这么多安尼，啊，所以我啊，但是我都讲较多啦，我只有讲三张。代表来向咱报这贺片。第一张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祝词，现在主来衷心祝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国强牧师及郭怀正牧师上任公益行动教会第二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建军本地实践厅，结连普世行公益。要追求正义、健全、信心、仁爱、耐心和温柔，信仰的美好竞赛，要尽力去拼，要确保永远的活命。为着这个活命，你有受警调，在真多见证人的面前，宣扬美好的信仰。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十二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六十五届总会议长。阿布斯达吉斯回来人，总干事林鸿忠牧师请家中，代理总干事蔡南信牧师甲全体总会一同敬贺。之后202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方的贺电是咱台湾基督教教会台北中会和贵会举行郭国忠牧师退休。及怀正牧师上任公益行动教会第二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惧怕，也无得惊吓，因为你无论往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甲你同在。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议长。廖继坤牧师、总干事苏进才牧师，甲全体众位一同敬贺。之后2020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封的贺片是台南市人医。现在主来拥护台北公益。及怀正牧师上任，感恩礼拜。独独是免爱路站，甲对主耶稣所受的职分，来证明上帝稳定的福音。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搁一站，愿主咱的上帝的美妙点伫咱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圣经诗篇九十篇十七节，愿上主赐福，为主见证。台南市人院董事长就信典
院长吴中明牧师甲全体教职员生敬贺。最后2020年，也来感谢咱大家。敬听的主来牧长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丰盛的恩典，甲咱聚集伫这个所在，也使予咱有凉爽、无落雨的气候。为这个，咱爱深深感谢听咱的上帝，无所不在、关联的上帝。今仔日是主日，真感谢主来的牧长兄姐，伫金门埔来参加我按公益行动教会开拓起头的牧师。阮的电国中牧师牧职的延退，以及阮第二任牧师怀正牧师的受职就任感恩礼拜，在感谢的中间，阮首先要深深感谢咱台北中会议长廖继坤牧师所带领，咱中委牧师以及中委长老侪侪位前来为阮主礼这个特会甲。牧职退休的感恩礼拜，啊，真感谢吴玉明牧师伫金门埔为阮所带来的信息甲勉励。愿咱的上帝纪念恁伫圣工的着我，多谢。阮也要深深感谢阮的母会北门教会，自阮公益行动教会设立以来到现今，无停止的关怀甲帮赞扶持。伫未来长长久久的年日，阮犹原毋忘母会的关心甲为阮代祷，真感谢恁。阮也要感谢阮的兄弟教会，也就台中的公益行动教会，伫今仔日有张献祝牧师、蔡明献长老对台中全程来参加这个特会，感谢因。愿上主保守扶持，伫伊所听的台中公益行动教会。特别感谢的是阮的姊妹教会，也是咱台北中会唯一有四间弱小教会所组成的特色教会，有毕加教会、愿美教会、博爱主教会，以及咱的公益行动教会，共四间教会。公益行动教会伫遮感谢咱三间的特色教会关心甲参与，也真感谢恁。愿咱的上帝丰盛的恩典加添祝福予恁，也阁有侪侪参加伫这个感恩礼拜的，特别是伫咱主要所看咱教会听的团体，主来教会侪侪侪侪牧师会关心阮公益行动教会，所以伫今日报拄着接接到的时阵，咧做牧师，真难得。看这个牧师吼，真感谢上帝恩典，也真感谢因。还阁有咱主要所知影，现在因为伊转去要转去台南，有阮教会会友黄叶水姊妹，伊对台南话转来参加，还阁有阮教会去读台南新人伊的青年陈家玉姊妹，伊现在正准备新人伊的导师班的课程。参加阮感谢恁，也佫来自东部教会约二十位的青年，阮欢迎恁，感谢恁。用安尼短短感谢来感谢大家。伫礼拜后有闽南教会青年的诗歌演唱，以及阮也比较准备茶水，请大家到播交谊，多谢。敬祝大家平安。这时咱做伙来吟圣诗399首，吟诗完了，咱请怀仁正牧师来祝祷，请起。
麦克风面向。Bye-bye.